而且还挺舒服的，晒晒太阳。我刚差点睡着了都。来，介于我们是重磅女嘉宾，所以呢，我想了一个 ID 哦，怎么登场呢？看到没有？就这个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，吉利服只在游戏里面玩过，没有进去穿过。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是吗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嗯，蛮方便的。挺好玩的。我先走场秀，这多 fashion 啊！耶、yeah, ，Tomboy， 是这样的。哦，来个 moving。你是谁 ？Under my attitude。Ending pose， ending pose， ending pose 是什么？这个。那是不是？是吧？好可爱。好了，可以。好玩。完全不知道你是谁。哎呀。我们先找个地方，你看我这个，你蹲一下，趴在这儿是不是就看不太出来？你这个鞋，你这个鞋看得出来吗？这样的，哦，这样好像还可以，是吗？哎，你可以看，正好躺在这个坑这一块，那我也蹲在这儿好了。你忽略我的头啊！嗨。可以吧？我们准备好了，你戴帽子来，就位了，后面来。嗯。他们好像到了。到了，走吧。呜呜呜！好爽，好爽。哇，好爽啊！吃啊！吃啊！不吃！不吃！嗯，来了来了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就在这儿睡两晚上，哇，这还舒服不？舒服！好多东西啊！是啊，一车不够，他们买了巨多装备。紫衣服的是谁呀、啊？看不清楚谁是谁呀、啊，我也看不清。感觉这还可以投，看电影哎，篝火晚会。来吧来吧，先放这儿。不吃，他们走过去了，他们没发现。挺好玩的，我要不要去找你啊？可以，你先过来找我，我找你啊。你怎么在这么在哪里啊？哎，就是，等一下。哦，他们这个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进来了，来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哪个？那是。我是不是看到了？看到什么了？吉利服，你看到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你手机搞笑，装作没看到，快点走。那说不定是摄像大哥。不是不是，是他们俩。从现在开始装作没看到，让他们戏份拉满。好坏啊，狠呐！他们说看到我们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然后说要装作看没看到，杨迪说的。确定？还是他们看到这个白板？说装作没看到，什么鬼？怎么办？看谁撞得久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啊，等他们都来吧。那两个可能没看到啊。嗯，那我们就去夏伟霆哥。我给他们说一下。你好坏哦！友情提示你们一下啊，我刚才过来的路上看到了奇怪的东西。你照了镜子。你照了镜子。吉利。除此之外，你看一下，哇，好奇怪呀、啊，这个东西比我还奇怪。但是你们看到以后装作没看到，我们永远看不到，我们永远看不到。那我们就在上面打那个钉，这帐篷就在这儿吧。
啪！太坏了，太坏了！你来了，来了来了！我又，我一直能看到他们。你们看一眼就别看了啊！等我猜，我看前面那两个东西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白色的幕布看到没？左边稍微看一眼，幕布下面两块。那你怎么会察觉到的呢？因为我正好，我就看到了。你怎么这么厉害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很对自己很无语。那两个东西是吧？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别笑了。他为什么笑？我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他们已经看到我了，那为什么不来找？为什么他们还不移动呢？他们不敢移动，我觉得甚至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出现。是我们该过去找他们吗？不知道哎，留个缝碰他们。就是夹缝中看的，根本看不清。威力，威力，走到后面去。你不用走到后面，他现在一直在看着你呢。你看，是我们在看着他。报复，报复。2000 years later, tomorrow, day two, day three, day four.直接走过去，走过去吧。哎，朋友们，动了啊，动了啊，大家注意啊。他们不会要爬过来吧？那也太惨了。我们忙我们的，他们忙他们的。他们为什么不迎接我们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迎接我们？很生气。哟，你们怎么不理我们？在动。我们这么精心准备的。对。你们怎么不来抢我们？你们好讨厌啊！为什么不来抢我们？哇，那是什么呀？怪物！有怪物！哇，神经病！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怕影响你们吃鸡。你是谁啊？两位看不清。我知道是雨琦和杰琼，但我看但谁但谁是谁分不清。要猜一下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现在还猜啊？这个应该是雨琦吧？这头发颜色应该是雨琦，我觉得这个是雨琦吧。把这个摘了，脱了吧。哎，还分辨错，还错了，还错，猜错了。你为什么不理我们？就是啊，我们在那趴了半天，没看出来。你拉倒吧，你拉倒吧，你说。张总没看到吗？都听到了，听到了，这么大声。听到了。密谋的声音。其实你们可以睡会儿，这会儿你们来了，反而最忙的开始了。那你们可以装作没有看我们回去。哎，你们换不换衣服？去换吧，还是就是这个？米兰就这套哈。米兰就这，对啊。米兰回来就这套。那你们换衣服吧，先。没有，我们就在里面衣服。行吧。既然人已经到齐，那么我们就正好开。那我有个任务给你们。好。这个最简单的帐篷给你们两个，今天你们的家。让他们自己搭帐篷啊？搭过吗？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这是充气的，15秒，这个好，15秒就可以，15秒拥有一套房不是梦，知道吧？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哎，这个就一冲就好，来，轮流我们来，我来打吧，我来打一会儿。等一下，那在漏气、啊。对啊，完全不行啊！什么鬼？魏天哥，魏天哥，怎么了？你这是为什么漏气呢？这个？因为你这个还没关上。这里。我就是说。要关、啊。对，你们检查一下那边是不是？哦，这。可以了吗？急了，急了。好，行，我来。OK 了，应该 OK 了。起来了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可以。OK。耶！哇，这第一次搭帐篷，好好玩啊。Yes。哇，这个好哎，这个真好。为什么天幕没有那种像，这一充气啪一个？我也觉得。完全对他一无所知，没有概念。总感觉这太晃了哈，有点不是很稳的样子。还行，这有什么嘛？
我家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我家里就是这种飘逸的这种感觉啊，这大风一直吹。说实话啊，确实比之前露营晃，这个天幕，我感觉它会塌哎，随时要塌房的感觉。要问综艺哪家强，先做路人再塌房。哎，你们的帐篷呢？我们在那吹过去的。哎呀哎呀，开始走了，开始走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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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真的是不吉利。哎，可是这棍子就是这么一直晃来晃去啊。我觉得不对吧？我感觉他晚上就要……哎呦！不用晚上，我感觉到不了晚上。哥，这个要固定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不用固定，就这么放着。你先家里找这个东西，拉紧一点。拉紧。对，它就可以固定了。OK。OK。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没有刚才晃了。对，长跑不会撞到头，长跑不会撞到头，你看。OK， 等一下，我刚才磨头皮，现在不磨了。什么？幸好这次有伟霆哥，因为我们几个一窍不通，真的不会。所以伟霆他一直在教大家，他给大家分配任务，而且分配的井井有条，我觉得是非常棒。就他作为里面的大哥，这大哥当的非常的出色。太好了，成功，只花了40分钟，成功。厉害，你们太快了，伟大。我们还有两个帐篷，那我们搭帐篷吗？行，走，走，走。先搭一个，给我们长长自信，好吧？已经给我晒累了，有点。别累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来吧。不就是帐篷吗？一样的流程。他是走那种的，走里边的。我知道这个帐篷，我搭过。我有说明书。扔掉。撑起来。走。哇，是蜘蛛精的那种。呜，第一季的元老，快教教我们。看到这棍儿，我绝望了。四通八达棍儿。还有别的吗？别的长啥样啊？这么长个棍儿？对啊，他走他。先把中间支架支上。这不太好装，是不好装，我们就要装。这算了，不行，必须装，绝对完成得了。我还搭过毛毛虫的，有一次。来，找它的长度就完事儿了。对，把长短找到，穿进去。钓鱼一样。因为它的骨架在上面，先弄上面的骨架，不然顶起来我们就上不去了。不然骨架跌了的话，很多人会很难过。还好没炒股。好冷啊！骨架跌了，有很多人会很难过。我怕大家热嘛。刚才有一下被冻着了。来吧，来，找两根，找两根，往里捅。我这不嘟就过来了吗？嗯，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短的先接了，小心手。嗯，你们进去了吗？都进去了。好，让长的捅到这个点儿里去。不是拔的，没事，是你拔的，没事。如果是魏大勋，我是我拔的。来，不能拔的，来，不能拔的。我拔的这个是雨琦，雨琦拔的就算了，那个没取。哎，那个没取，该取的不取。就这样了，就进去了。进去没 ？OK， 拱起来。来。啊，对，把它拱起来吧。弯起来。哎哎，你看，太像回事了。要人来帮我拱那个圆。大勋，你适合这个。立钩。来 ，OK 的，拱进去，顶进去。没劲儿。别没劲儿，最后一点劲儿拿出来。我来帮你，我们一起拱。有了有了，这多好啊！来一起。就他了。爹，要爹，哎，够了，进去了，好，还差一个，差一边，这里，来，暴力打谱，上，快，这里定风神，完事儿，哇，
鱼儿倒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对的？太好玩了，想拆了再玩一次。太好了，还有一顶呢，别着急，还有一顶。OK OK， 姐你从这边穿，我们俩一起。好，好，走那一根，走那一根。来，好，顶好了，我这边扣上了。一二三，走嘞！你可以吗？可以。Nice， 成功了啊！现在你可以生吃吗？现在你可以生吃吗？能啊！你起来啊！哇哦！不会哭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一个整吃了哥。啊？好吃吗？辣辣的感觉。哎，大蒜咖啡，大蒜咖啡配上了。哇，好辣！辣舌根儿。这个一点一点吃。舌头根儿特别辣。哇。有点味道呢，你也吃一颗，那你也吃一颗。我两边都有点味道，确实味儿不小啊。这个要一起吃才没有味道。我们玩个比赛吧，每人一个吃，也不喝水，谁忍不住就输。不是不是，你这么玩，找一个人背过身去，然后所有人就有一个人吃过大蒜，让他去猜到底是谁，谁吃了大蒜。我觉得这可以，要不全部都吃，只剩下一个没吃，那对大蒜的消耗是蛮大的。来吧，你来猜吧。好，赢的那个人不吃。石头剪刀布。哦哦哦哦，赢的人继续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哇、哎、哇、哎、哦！我就吃这个。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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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这个？我这也太大了吧！我不用吃，我赢了，我不吃。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要嚼的，大家都要咀嚼。怎么尹正哥不咀嚼呀？眼睛充满了泪水。我怎么感觉杨迪没吃是不是啊？确定吗？你就有一次机会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哎，我们再玩一把吧。可以，一个人吃吧，就吃这个吧。真的太大了。等一下，先说到吃蒜两个字，我先得缓一下。就吃这个，就吃这一颗。天哪！来，
谁猜啊？你猜啊？我猜吧，我猜吧。凭什么？石头剪刀布，公平。十三。凭什么？赢的人转过去，输的人吃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来猜，来猜，好。然后我们再重新划拳。太复杂了吧，这个不复杂呀，啊，重新来吧。石头剪刀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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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剪刀布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就吃这个吧。来来来，好，大家都拿蒜，嚼了吞了啊！一颗一颗吃了啊！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他肯定不是，迪哥也不是，嗯，什么？哇，这个好难啊，什么情况？你他真的吗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吗？感觉很真，因为比你都真。真的吗？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还不是他。好了，好了。然后输了的人会怎么样？再吃一颗。再吃一颗。对对对，是你啊。太拉了，你鼻涕都出来了，我们根本帮不了你。我们在这边都在。在戏里，他那边鼻涕已经挂在这里了，这是演不出来的。你们太平静了，主要是我们都以为你会很平静。对，平静不了了，后面我撑不了了，他还不拆，他还不拆。就是故意要等啊，等那个反应啊。那伟霆有喜欢上吃蒜吗？喜欢上。你们要吃这个？这什么？棉花糖。哦，在火，在火在烤。我帮你们做，我帮你们做，这个超好吃。啊，真的就拿明火，就是这样烤，拿明火烤啊。对。我也给自己烤一个试一下吧。它糊是一瞬间哦。但是要在糊的前一秒把它拿出来是吗？嗯呢。它会变颜色吗？对，你要把它所有的都烤成那个颜色就好了。啊！你看我在着了！啊！你看我在着了！这就是，大家看一下雨琦带来的美食，致癌百分百哈！哎，你那个可以了，我这个可以了，我这是美味。等我一下，我教你怎么吃。等一下，不要单独吃，你要把这个。哦，夹饼干哈，每一季都要吃一下这个。你们之前吃过？我没有试过夹饼干，你没吃吗？夹饼干，张若楠没给你啊？没有，有吗？他是给这个吧？夹饼干吗？夹的就是苏打饼干啊。哇，你尝一下。伟霆哥，你尝一下呗。嗯。这个是爆米花饼干。好好吃。哦。
的。害我。哎，这个烤得很好哎。哦，他那个烤得好。对对对，烤得非常的。哇，好厉害，很优秀，你得到了我的认可。你得到了一个烤糊的人的认可。那你给我一个，我们就夹你的吃了。哦，哎，这个还可以哦。你看我还在吧。是这样吗？对，你这样把它夹下来。哎，它烤得很好。但拔丝也是拔丝。太拔丝了。我们可以去村里溜达溜达了，去那个芝林超市逛逛吧，缺啥可以买点啥。对，听说有烧饼，还有什么，买点补给品。哪些人去？我想走一走。走走走，那我也去吧。那走啊。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？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吗？我想要一个，我想要一台摩托车，我想要一台摩托车。他是林志玲超市，不是林志颖超市啊！走了走了，我真的是，真的是。走吧走吧。记得你的眼睛，像海。要走多远啊？魏大勋刚出发，你现在确实真实，不演了已经。大勋哥，真人秀只剩真人，躺平。其实应该出来走走。对啊。这是村里吗？哇，这里好美啊，小村落啊。哎，志林超市去一个，必须打卡。哦，这就是志林超市。Hello， 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个不啊，这不是，不是卖啊，这不是卖的。你真行啊！志林是谁啊？是我。你就是志林。哇，志林，你好。咱们要买啥呀？买点那种小吃小喝行了。与其想吃啥拿，与其想吃什么随便。这个拿一个嘛，买买买，拿吧，来，多少钱？我给我给我给，啊，你给你给吧，你喊那么大声，你给吧哥，你遇到我们都是好的，绝不跟你抢。哇，他不给不让他走啊，我们先出去。不是五十多少？五十七，真行，情绪一下很荡，看到没？他真的很荡，你看。我正想抢，你知道吗？幸好没抢。你应该抢。为什么？记你们一辈子。完了，回去写在本子上。等着吧，六个节目都讲这事儿。这些不成熟，不是成熟型艺人。跟哥哥的距离，我们还要再磨练两年。哇，他还有一些咖啡店，还在装。装好以后，你一看，志林咖啡屋，又是他。哎，想了一百种夏天的画面，都不及一场露营的美好。The beauty of camping， 荒野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是不是卖饼子啊？哎，是露营烧饼，露营烧饼。Oh my gosh！ 来来来 ，Oh my god！ 这个饼子看起来很好嘿，很豪气了。我买一张吃吗？哇！有什么味道？梅干，有一点跟梅干，都要。我们买七个，四个梅菜，三个葱油吧。三个葱油，志玲姐。那个啊，他不是志玲姐，我叫慧玲。慧玲，你整个村都是玲玲玲，那您是什么玲？美玲姐。美玲。贾玲姐。贾玲。贾玲姐在这儿呢。多少钱一张？六块钱一张。大勋，这里有一个这是二维码。你干嘛？你要让他买单是吗？我来买单。好。没人给你抢。谢谢哥。他说了啊。谢谢哥。谢谢。在哪个买单吗？这儿，我毛毛子衣服包。哎，我帮你下。我跟他认识到现在，好像没吃到你啥东西，吃到过吗？吃到过。啥嘛？吃到很多。你说出来。
那我都忘了吧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记着，就是斤斤计较。比如今天你给我买个饼，我也记你五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但是一个都想不起来，也不对吧？因为我跟你吃到的，我确实没有必要记吧？多少钱？6、7、4、12。啊，5个、6个、7个，好的。好吃吗？这饼？好吃。谁给你买的？大勋哥买的嘛。那、就是、大勋哥买的太好吃了。你趁机，你信不信？趁机。好，谢谢。都拿了好了哈。拿好了。数了哈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这个真好吃。这出来溜达一圈，没走几步，出来消费100元。谢谢大勋哥带我们消费。要记了，荡下去了。雨琦肯定会记得勋哥今天这个慷慨解囊哈。对，我们是没想到是这样的。只记得囊了，别的记不住。走，飞盘。这盘子重吗？我试一下。可以这样粘，也可以，也可以两个手这样。好，搞圆一点嘛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天天这些综艺小哥嘛，我不会游泳，你丢到坑里喽！小心小心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再晚一点没有了，溜走了溜走了，快！杨迪，杨迪加油！好，杨迪加油！我没有想到一开始就这样子，但你跑下去就盘这一下还是蛮帅的。不救不行啊，就这一个盘，大盘都让你给救了。一群人做好准备。也太低了吧！你们俩有个人情感。这样，这边反手要这么丢。这样。要两个手指在里边贴住它那个盘。什么鬼？厉害厉害，高手。回旋镖女王。我们玩得起来吗？至少来一个来回吧。好好，来来来来，认真一点。哇！变脸。川剧变脸，来！哦哦，哎呦！哦哦，哇！你们还有动作。哎，都会了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OK， 哇，没接到，没资格做。好热哦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坐一会儿吧，坐一会儿，跑不动了，真的。我们这一集还有一个 solo camping， 是什么东西啊？个人 solo 露营，必须得用一个很轻量的装备。就是大概一个背包，背着一个帐篷，你就得走了。你要自己一个人生存，不会有任何人照顾你，没有。就睡一晚上是吧？睡一晚上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知道整个节目里面，我可能只有1次到2次的机会。然后在我心目中，我想留给西藏那一站。因为据我的了解，我觉得那一站可能是挑战最大最大的。
就是我觉得真的人生在于挑战啊。我去没问题啊。如果你不行你找我，我就喊你过来帮你搭完我走。可以可以 OK，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，来都来了怕什么啊？就是好，我 不希望第二季的第一期就去，老看我们大概就那点事儿，反而应该把这个机会给到只是来这一次玩的朋友们。因为我觉得来了就来了试一下，对不对？花样年华我们还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真的可以去体验更多的东西吧。非常非常欣赏他，雨琦是很有勇气的，毕竟一个女生。雨琦她就是挺大胆的女孩子，然后有那种冲劲，胆子也很大，很可爱。觉得她就是一个蛮大胆也蛮有活力的人嘛，特别敢于去尝试和挑战，就很少听到她说我不行，我不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积极的有活力的。营地在哪里啊？就在那边一点点，这个河的对面。啊。雨琦，你的装备我看一下。我是来，我们给你背上。好，哎，准备好，我们放了哈，一二三。好坏哟、哦！放开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个要扣上的，这个没事没事 ，OK 的 OK 的 OK 的。你得保护腰的，这是护腰，不然太重了可能对腰。没事没事，有问题立马找我们。好，你就大声隔着喊和叫就好了。不要早点睡啊，我要喊你们了。在外面多吃点儿，别饿着自己啊，别着凉，记得写信。什么鬼？调料瓶联系。挣了钱往家里寄。一生有你们很幸福。去吧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走错了吧？往那边走。往那边走。往哪走？往哪里走？你那边是河，那边没路，你得从那边过桥。从那儿走。往哪里啊？出画。出画不明白吗？我们这趴结束不了了，你不出画。好吵，这帮人好吵。你后面想再来我们的节目了。好，拜拜。Wake up in the mirror, hide my face. I'm making up who I am these days. Yeah, I'm unpredictable. I don't know where I stand most of the time. I'm always in rooms with a guy. Not in my head, not in my heart. 哇哇，这个坡有点陡。要扎在哪里呢？扎在哪里呢？这里呀、啊，哦，这里哦，对不起，一次。OK， 碰一下，到了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烦死了。啊，这巨沉！你们这些爷爷 ，Oh my god， 真的是 so heavy 啊！等一下，我要离他们再近一点，我要在这里扎，我要再近一点。那雨下的太大了，我要找一下雨衣。好。我要来搭帐篷。这样，先把这个穿进去。出来。OK， 再找一个蓝色。蓝色在哪里？哦，这弯的。咦，我感觉我要沉了呢。哦，完成。哇哦，还挺大的呢。
挺好玩的，好棒，自己搭的。他们都睡了吗？这帮人。嗨 ，Hello， 很过分，都睡了，好孤独啊，一个人跟自己说话。呀，没有人。居然你们都睡了，绝情！说好了帮助我呢，所以嘛，我告诉大家，人生还是靠自己，靠谁呢？啊，自己活着，就这样活着，活着，活着就可以了。嘿。心在跳，爱情如烈火，咵！把火打起来，还要湿。等一下。可怜，喂，哎，谁呀？雨琦，哎，你还好吗？他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，在哪里？那是谁啊？雨琦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尹正。嗨，哥。Hello。我搭完了。你有啥需要帮忙，马上喊，人马上就到。我想你现在过来一下。哎，装听不见，你看这个人，是不是要过来？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要我现在过来？没事儿。哦。有事就喊啊。你快睡吧。早点休息。好嘞，晚安。Good night。拜拜。这个火呢，不能浇水。我们试一下煮水啊哈，试一下。OK， 吓我一跳。啊，好嘞。我的夜宵，他们都没有夜宵吃，我都有夜宵吃，可以进去。哎，你别说，真的自己玩成这样还可以。我好像是长大了，或者是成熟了，因为十几岁的雨琦，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，就不可能自己出来玩，然后自己出来煮一些东西啊，搭帐篷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感谢这样，自己搭个帐篷，然后自己煮个面，我真的觉得很惬意，就现在很舒服。对。
准备睡觉喽，拜拜。勿扰，非诚勿扰，拜拜。简单细想，那好，晚安。怎么收？我好像没有学怎么收呢。等一下，莫慌，这应该就这么收吧，这应该没有什么难的吧。我可太聪明了，真的是，我是不是很机智啊？你看，没人教，自学成才。去哪儿了？谁去哪儿了？好饿，你不饿吗？其实雨琦就在家。哦，雨琦，雨琦，嗨，怎么样？生活还好吗？非常好。有没有遇到一些突发事情？完全没有，好棒，很好玩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了。你的帐篷呢？收起来了。收了。你自己搭的？自己搭的，自己收的。太优秀了，孩子长大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一会儿就过去了，一会儿见。游过来吗？我飞过去，等一下。好，我把那边空地清出来，给你降落。好的。啊！不成，不成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我要走。啊！我好累，救命啊！你是刚才空降过来的吧？睡袋啊 ，OK， 包放下吧。回来，啊，沉死了。先放帐篷里去。一定的，真的很沉。我来。哎，快！哇，终于回来了。好辛苦。回来就好。人没事就行。人没事就行。累死了。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对啊，从那边很远。你们做什么呢？猪肚鸡汤面。就明明这不是家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回家了，好孤独啊那边。你回家了，恭喜你。好吧，我去洗漱，一会儿见哦。好，好，见。